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。每场战役皆可模拟，欢迎大家来到最强史诗模拟战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这场战争啊，非常的奇葩，一只母鸡对战1000名钢铁侠。我看到钢铁侠呢，已经站的是密密麻麻的一堆啊。但是熟悉我的小伙伴呢，可能都知道啊，在我们这款游戏里呢，这个鸡啊，它呢可是一只神鸡。不同以往的鸡啊，这只鸡呢是经过科学家独立改造过的，它呢身体里面装有激光发射机，你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这个鸡呢正在发射激光，非常的强啊，就连钢铁侠拿它也没有办法。我们现在看到钢铁侠呢正在密密麻麻的向鸡围过去，但是奈何这只母鸡它的攻击力实在太强了，这个钢铁侠呢拿母鸡真的是束手无策呀。这个母鸡经过改造了以后啊，它不仅攻击力强，而且呢血条也非常的厚。看到这么多钢铁侠跑到母鸡身前啊，打不过，真的好难受啊。不知道这个最后的战况会如何啊？现在呢，看到倒在地上的全部都是我们钢铁侠的尸体，他们应该不算是尸体，他们应该叫做铠甲，因为他们呢，这个毕竟里面都是一幅一幅的铠甲，里面是机器人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鸡呢，好像丝毫并没有认输的样子啊，反而越战越勇。看来呢，这些钢铁侠呀是没办法捕捉这只神鸡了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